轉頭車俾你啊！兩位正面正面，攬住咩啲啊？好，再望翻呢度呢度呢度。其實今次呢個角色咧係演一個毒針。其實是 undercover， 即是卧底咯。其實呢個角色是有少少，佢有少少幻覺嘅，同埋佢有後屘又講佢有毒癮嘅。咁所以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好有挑戰性咯。同埋我因為呢個角色其實都減咗四磅啊，係啊，因為佢講佢後屘有毒癮咧，其實係要佢比較瘦啲咧。我只話同你都有好多親熱戲，色慾場，色慾場，係啊。其實呢部戲都幾多啊，因為佢有好多場戲，因為講佢即係懟咗嘢啦，咁就會做咗好多傻事，即係佢自己唔知道。因為其實吸毒係真係好害人，因為我自己好深印象就係、是，其實我好細個時候，我有一個同學咧係吸毒死咗，所以我好細個時候我就知道呢樣嘢係其實係好傷心。演呢個角色對我嚟講都係一個。要當然都要好自己好投入啦，而呢個角色我覺得係有好大嘅發揮空間咯，我自己好中意喎，係啊。咁你多唔多大膽演出？都幾長啊，都有幾長，幾大膽。係點樣㗎？尺度係點？尺度啊，咁你而家未拍，我未知啊。但係就睇劇本就幾激咯。拍呢啲戲之前使唔使都唔使啦，咁大個人唔使啦。最主要係難得有一個咁好嘅機會，即係一個咁好嘅劇本，我覺得我一定會盡情去做好自己咯。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一個適合演員應該要去做，就係放開自己，投入個角色去演。